请教你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哥哥他们搬进来住以后，然后想要请神明进来嘛，可是这什么卜啊，不会神明都不想要进来。可是，等等，不好意思，你们家哪里还有空间可以？楼上，楼还有楼上，有，都要满我们几层楼啊？要满你，你又没问，为什么不讲清楚呢？我们节目就一个小时哎，那我讲快一点，一楼一楼的再上去啊，看到什么时候？对，因为神明不进来，第一个可能就跟这个主人缘分还不具足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呢，有可能就是说你楼上的空间呢，会有一些风水上的问题，所以导致神明不想进来住。哦，那我们可以去看一下，怎么上去啊？没有楼梯啊？有。有，我带你去。你看，厉害！我觉得家里机关真的很多哎。他就是往这边走上去，可是你要小心一点哦，这有点危险。这是一般是自己家啦。对啊。对啊，然后就这个楼梯自己做的，而且做成旋转梯哦。因为刚刚的那个楼下的那一梯做的很漂亮。对，就是这个楼梯整个虚掉了。它这个等于是一条龙哎，可是它而且这种刚说神明，我觉得客人也不想来。神明看到这个说你怎么好意思要来？而且很危险。其实我们之前去丫头的家有没有？后来搬新家，他们家也是旋转梯嘛，因为里面打通的。可是呢，旋转梯呢，我们在那个风水讲话，因为它气场不稳，因为特别容易找聚集这个阴气的部分。所以你看啦，神明是阳的一个我们讲说祭拜的对象。可是呢，这个旋转梯呢是一个阴的一个象征，所以呢，神明连踏上去这步阶梯呢，他都不想了。那如果把它改成木头材质的呢？一样意思，对对，只要是旋转，做旋转，对对对。所以要把它改掉是吗？对，所以旋转梯家里都不能放吗？其实一般不要啦，如果你真的要做的话，要隐藏起来。那它会怎样？旋转梯放就是气场会在两边没办法聚气。它会聚成是一个阴的地方，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做的话，这个地方一定要把它封起来，隐藏的，看不出这个旋转梯，这样气场才不会到处流散。而且他们家已经够大的，对呀，气已经不稳，太特别，看一下好了，小心哦，小心哦。你小孩子，对呀，我们会把那个门关起来，不让小孩走。小心。哇，我知道了，里面超大庙对不对？很大风，先放办事吧。没有办事。对对对，请进请进。那应该有店家在开包青天哦。没有。这里也是自己穿就穿到那个吗？原山的饭店。我们有穿越时空的 feel 哎。而且中西合璧很彻底。对。里长如果住进像这样的总统府里面，他怎么坐得住？好，他自己也觉得太泥花。对啊，太泥花了。然后最主要是出了最大问题是这两个龙柱的问题，因为其实龙柱呢不可以在家里面摆，而且他这个龙呢又有五爪龙，五爪的龙呢代表九五至尊，它是皇帝的象征，所以太重了。在这个居家风水来讲的话，这么重的格局呢，他会撑不住。老师就想。撑不住的情况下呢，它就比较容易呢形成这个神明啊，或者家里的人呢都会非常的不和，因为这就是相克的意思。对，好搭，你们今天的服装哦，对啊，超搭的。对，你看我们两姐妹可以了，三个姐妹耶。也就是变成一个好像运动的场所，因为我看他放了这个软垫嘛，对对对，然后就是在这边打拳击，
然后他其实你看他有都有做法的，对，其实他风水考量，其实八卦，因为他这个人是一个，毕竟还是家里的空间啊。如果他上面做的太像大庙的感觉的话，其实呢，这整个磁场都会比较差一点。那主要来讲的话呢，它上面是一个八卦形，对。然后呢，上面这个柱子呢，那个梁上面有一个横梁，横梁上面有一个那个太极八卦，也有，对，有没有？所以全部都是八卦。其实八卦呢，本身是化煞用的，并不是呢用在于家里面，放在家里面。因为放在家里面的话呢，会把这个阳气呢震得非常的差。那此外呢，阳气差的话呢，人丁就会不安了。那怎么觉得呢？老师要怎么办？就是要怎么去改善，所以可以让神明进来？好，如果真的要改的话，首先就是把柱子打掉，对，柱一定要把它弄掉了，对啊，太重的感觉，对。那样的话应该在户外。好，所以这个花大钱做的这个龙柱打掉，打掉，然后打掉，我觉得它可以把它改了，你说包起来，这样比较好，或者是说太难改了，其实说。像木兰里面那个干掉的哦，对，对，用三爪就可以了。其实他都把它做成就是像恐龙的形状，不是可以长的龙就可以了。基本上讲龙是很吉祥，但龙很凶嘛，而且它用五爪，要不然就是你再磕个缝上去，就变龙凤吉祥。像这上面有一只图腾啊，是龙凤的意思。所以你们家真的太多太多太多地方要改变，嗯，哥哥，要不然哥哥做什么都不会不顺利，而且真的是。其实家里寒寒的，对啊，冷冷的，对不对？太空了，人气不够，大嫂可能要再生多一点，没有办法住满，没错。那终于可以开幼稚园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真的很大。其实如果空间好好设计，小朋友会很开心，让大家空间可以在家里玩游乐园，三层楼，对。但是就是可能规划上面要重新。对啊，其实空间利用是很重要的，而且这样子好浪费，超浪费，对啊。好，再跟哥哥嫂嫂讲。对啊。说真的，就是由自然生，就是他们毕竟也是这以后的一家之主，你现在已经是一家之主了。对啊，好不容易生出来就被剪掉，会很不剪掉。我说那牙好不容易冒出来了，就又没了。说不定他弄完了之后，整个火锅店大卖，炸出全世界最好吃的咸酥鸡。对啊，真的，好吗？祝福你们哦。对啊，谢谢你。加油。